这个已经到柏林的这个机场了啊，也是很小的，因为它这个机场呢是瑞安的航空，瑞安航空都是盖在郊区。这附近有一个大湖，哎呀，现在出去坐地铁。我看到有一个 S 一号，哎呀，我在那个飞机上一直在睡，我困死我。今天早上6点钟起来的。好像是在前面那个方向，大家都往那边走。